猜猜我看到谁？国父孙中山。这是台湾同乡会设置的哎，中华民国一百年哎，同乡很新哎，还有赞助名录哎，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。这是一个89分钱的店，这里好台湾哦，这地方太酷了，太酷了，好像新兴市场。东方超级市场，这边的糖果饼干好像很多耶，选了一包香港的美中美。哇，统一肉燥面，好大的菠萝蜜哦。都是中文字，好酷。对啊，而且这家是新的一家，叫新经理，比较漂亮。我觉得是我目前看过最漂亮的亚洲超市。山竹也太贵了吧，榴莲也好贵。海鲜区哎，超美的。这个蚌壳也太大了吧。这边有美丽日记耶，8片14.99。这里居然有葱豆尾鱼耶，我从台湾带了一大堆来耶。华远，我们又来了，玉君超开心的，他整个笑到停不下来。太服了，这是卤味二拼。大肠跟豆干，客家控肉饭，然后牛牛腩饭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旅馆了，还蛮不错的，还蛮香的，是无障碍的哦，无障碍的，没有障碍哦。嗯，对，还有这个把手还不错哦，挺好的。这个电视好大哦。